这边啊是红旗电影大世界，感觉还是比较有名的一个地方。这里是露天的停车场，看电影的呀，车就停在这里了。七号公馆，这是唱歌的。这边啊，是一个十字路口，热闹的十字路口。王思诺粉丝见面会，感觉啊，这个老铁是个明星，因为他有粉丝。京东电器 C 位，这边啊，高楼还是很多的，都吹不黑。这里又是个什么商场？感觉这边啊，商场特别多。这里又是个商场，人民商场，一个路口啊，三四个商场。一般地方可能还没有这么繁华，只有在宿迁商场大扎堆，非常不错。这里是一些高楼大厦、小区楼，这是四个大烟囱。好的，再给你们拍这个车流，人民商场，厉害了，宿迁。